做人如果没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二，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，不用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三，为什么坚持？想一想当初。四，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抽跑龙套的。五，曾经痛苦才知道真正的痛苦，曾经执着才能放下执着，曾经牵挂才能了无牵挂。六，不开心就算长生不老也没用，开心就算只能活几天也足够。七，只有越来越强大才能越来越童话。八，世间只爱皆是爱，没有大小之分。九，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，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。十，我们虽然穷，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人，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，要好好读书，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十一，面子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凑上来丢的。十二，准确地说，我是一个演员，你可以叫我跑龙套的，但不可以前面不要加死字。星爷，永远的喜剧之王。你们还记得你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吗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